横店作为国内最大的影视基地，各类为影视拍摄提供配套服务的行业也应运而生，因此每年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这个小镇，开始自己的横漂生活。在横店，平均每年要拍摄50多部影视剧，短短16年间，共有1000多部、20000多集的影视剧拍摄于此。逐渐，这个只有10平方公里的小镇，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演员，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演员之城。精神演临时演员也是演员，如果你一定要叫我跑龙套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啊、在这部家喻户晓的电影里，周星驰饰演的这个跑龙套的指的就是现实中的群众演员。那在横店，群众演员的生活是不是就同电影里演的那样呢？在百度搜索，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位跑龙套的年轻人，他叫王青邦。这个年纪才19岁的年轻人，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自己横漂生活的帖子而迅速窜红。3年的时间，王青邦共参演了300多部影视剧，平均1年100部的效率，让他成为群众演员中的佼佼者，因此被网友誉为龙套王。一个拍的戏比明星还多的群众演员，他的生活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希望能在横店找到答案。是由长沙空运而来，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品尝。找到王青邦的时候是在嘈杂的夜市上，他居然在摆地摊。来看一下打火机，全部10块钱一个哈，打火机，打火机全部10块钱，看一下吧。我很喜欢看有特色的，这种都是充气的那种好的，现在全部10块钱呗。啊，打火机全部10块钱一个了啊，看一下吧。摆了有1年多了，我一开始的话也不摆地摊，但是越来后来发现做群众演员这个根本不够花的挣的钱，连吃喝根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都顾不了。10块钱一个，这种也带激光。看着眼前这个忙着张罗生意的王青邦，真的很难将他和网络上的龙套王联系起来。问起他关于网络成名对他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变，王青邦显得很无奈。网上红他，但是还是给对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还是拍戏的话还是有时候就没有戏拍，戏比较少的时候还是靠这个摆地摊能维持一下生活。现在戏比较少嘛，像那边有好多都是群众演员摆地摊的，生意也不大好，现在卖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钱去进货，人进的一些小商品不好卖。3月的横店是拍摄的淡季，剧组少，没戏拍，对于横店的群众演员来说等于没有了经济来源，所以不少人只能靠一些兼职来维持生活。看一下，这都是感应的，对，那种我来这快有半天了吧，才卖2个打火机，生意不好，人挺多的，看着挺多，但是大部分买的比较少。2个打火机赚多少钱？赚5块钱。王青邦从义乌进过来的打火机似乎并不畅销，今天一共只赚到了5块钱，他决定收摊回家。吃点啥？我靠！面条吧，买面条了。行，做饭吧。这间不大的房子就是王青邦和朋友在横店合租的家，租金每人每个月150元。
你昨天在哪个组？我在那个映山红。映山红。嗯。现在我认识的一些群头，他都回家了，不在这地方了，因为戏少嘛，所以现在我戏也少了。他打算干多长时间？我今年。反正发盒饭，有时候我们在剧组，有时候都吃不饱。那盒饭，一人一份儿，规定好的，吃不饱也没办法。两个人睡这种房。嗯。黄明，你说咱们做这么多群众演，这么多年群众演了，你感觉咱们还有必要在这样待吗？是不是？每次我都。今天王青邦没有去接戏，他去接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你现在是去干嘛？去接一个人，有一个刚来的做群众演的一个人，他在网上加我的 QQ 号，然后找联系我，我能帮你帮他吧。一开始新来的来这地方没熟帮的话也很困难。横漂生活的帖子让王青邦在网络上获得了很高的人气，虽然帖子内容都是关于横漂的辛酸生活，可是并没有阻碍网友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他们通过网络结识王青邦并随之而来。你就是叫胡晓波啊？他跟照片上不大像，然后领你去找房子去吧。那边找房子。你怎么过来的？我坐火车过来。坐火车坐多长时间？我是不希望他们来，然后他们也有的不听，他说怎么说我也自己要尝试一下。我说你想来就来吧，来这地方到时候我接你，帮你办演员证啥的。但是不过一般的人都知道的话，做一个月他就明白了，然后就回去了。大部分地方来的人也多，走的人也多。这个要成为一名横漂，首先要在当地租套房子。多少钱一个月？200、500太贵了吧。多少钱一月？300。里面都有什么东西？里面就空的，就一张床。一张床，空调什么的也没有吗？这个稍微好一点这种房子，那种更便宜的住也不行。我们就租这一个吧，就要这一个。拿着房东开具的暂住证明，去当地的派出所换一个暂住证，然后再到横店的演员工会交纳10块钱手续费，办理一张演员证。这样就成了横店的一名群演。到时候演证，到时候你拍戏的话一定不要丢，主要靠到时候进景区啥的要凭这个演员证进去。现在咱们该办的都给你办完了，到时候有自己去等一下戏，有的话我也叫你。就到时候我打电话都行了。到时候有啥事给我打电话。行。安顿好新来的朋友后，王青邦决定去复印店打印一些简历。没戏的话自己去送资料做的啥的。就现在淡季戏少一点，就在剧组才有几个，然后每天的话估计两三天才能有一个，所以现在生活也比较那个，经济比较紧张。没戏可拍成了王青邦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已经是他第五天没戏可拍了。如果再接不到戏，就会马上面临没饭吃的窘境，他必须动用一切接戏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打印一些资料，王青邦，对，帮，对，他是这样的，对，我这次就先给你每个，很多东西啊，就在附近，先给我打个3张，就这个打3张，对，局限，对，哎，局限，不是年龄，我是说的那个。在横店，一些有经验的群众演员通常会到剧组下榻的酒店送去自己的个人简历，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角色机会。导演，
对于机会，王青邦曾经也有过。早在2013年，他就成为了横店演员工会的一名签约演员。对，那时候签了有，本来是签了一年的约，那时候确实签了约之后确实好，每天他会主动联系你，跟你戏拍，感觉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然后感觉自己很高兴嘛，感觉可能再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真的可能做上一个真正的演员，可以有个角色来演。签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戏拍，可是王青邦却有自己的想法。我只签了4个月之后我就解约了，他每天给你排的戏你必须要去，不管排多少，不管演什么。对，而且吧，我这个戏有些戏我也不想演，就是比如那种演小鬼子，我最讨厌的演小鬼子了，就是演小鬼他过100块钱我也不想去演，我宁愿演40块钱给我的这个八路解放军啥的我去演，我也不想演那种小鬼子。我感觉就穿他那种服装，小鬼子的服装，我感觉是浑身就是感觉变得窝囊了。王青邦送过去的简历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淡季如同一种效应，无声无息地波及了这座演员之城。王青邦决定明天去演员工会碰碰运气，他能否撑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呢？曾毅，白云，到这儿，思明，哎哥，念我名字。等一下，你昨天报了没有？报了。在横店，群众演员每天早上5点都会到老演员工会旁的这家小店来等戏。我们没报到戏的，有的时候4点钟就过来了，就是剪鸽子。7点左右，各个剧组就会陆续派车来这里，将选好的演员带走。能否顺利地被剧组的领队选中，决定了他们一天是否会有收入。走，快点往演员证给我。你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你们不要急行不行？要不我一个都不收了。陈美兰，这里。哎，这一个。够了。没报告吗？明天再报吧。够了啊。王青邦到工会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了，没报到戏的他只能坐在店里打发时间。多少钱？现在有没有剧组过来？没有。淡季，有些戏比较少，好多人在这等一天都等不到。王姐有一个拍几十个，就同时开机。像我真没见过这么少的，拍几年了没见过像今年这么少剧组。横店演员工会签约就是那个注册的演员，就是登记办演员证的，就超过14000多人。但是现在能够在横店待的人，估计也不到1000人吧。就是说每天有人来，每天有人走。就是因为你这个，还感觉你这个不靠谱，根本不可能的事，你在属于浪费时间，所以来反对你。你说你找过多少了？就是因为你做群众演员。我问你，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不愿意，不愿意，走吧。不愿意说算了。不愿意。不愿意，因为我要求你，我不求你。走吧。那个刚才不是，你想跟他拍个什么东西？我拍个小品嘛，就是想那个上中国梦想秀嘛。没想到跟他谈了彩排，他不愿意，烦死了。那他都上过这么多电视台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还在上。他已经洗脑了，完全投入这一行了。不是，他这么年龄这么大了，是不是？然后还不找老婆，你说在大连上哪找去？因为我是他朋友才劝他，他就是不听。我知道他现在是穷困潦倒。这个突然和王青邦在工会大吵起来的人叫曾健，今年40岁的他至今未婚。和王青邦一样来横店当群众演员3年的曾健也算得上是一个龙套王，为什么身为演员的他这么想去参加电视选秀呢？我把窗开一下。窗，
整天把他炒了，也就是说红的也没红太红，就是横店的人好像几乎都知道他，找一些记者来采访，然后上一些电视台，你做一些栏目什么作秀什么的选秀节目。在横店，群众演员分为四类，普通群众演员拍一天戏的酬劳是40块钱，特约群众演员1天100块钱，有脸部特写的群众演员1天300块钱，有几句台词的群众演员1天可以拿到500块。当然有台词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横漂一天只能拿到。横店的横漂演员啊，就横店漂着啊，因为自己的执着呢，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自从有一个中国好声音呢，他给我一个启发很大，因为毕竟我以前也是唱歌嘛，所以说我呢也是要好好磨练自己唱歌，唱歌以后我把歌练好了以后，我要去参加中国好声音。因为看到近年来许多电视选秀节目炒作话题人物能迅速成名，所以曾健希望通过类似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影视梦。居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如果是我参加比赛，我的演出费价位就会提高，提高的话我有充足的生活来源，我有充足的经济，我自己可以投片子。中间我感觉他吧，他这个人他不现实了，反正他已经变得那种疯狂，就像人家一句话叫什么，不疯魔不成活。作为一个群众演员的曾健，如果不拍戏，他的生活来源又来自哪里呢？半个没接戏，只能去靠打工嘛。因为我是跟他们不一样，我从来就没去摆过地摊，我也不会去摆地摊，我只能就是非得是做个临时的洗碗工啊，这些之类打杂吧，就做一做临时工。就在整个横店的演员为了度过淡季四处找戏拍的时候，曾健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为了尽快实现自己靠选秀出名的想法，基本放弃演戏的曾健每天会找一些不同的人来和自己搭档排练节目。你就我们就演一个，你就演一个那个潘冬子的妈妈，那福汉山，你的日子长不了了，红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你要有表情。你的日子长不了了。对，长不了了。长不了了，你的日子长不了了，怎么样？你就是潘冬子的妈妈吗？是啊。我告诉你，赶快，红军在哪里？他藏在那里，一个一个交出来。福汉山就马上就到了，红军就到了。什么福汉山马上到了，是红军马上就到了。这个搭档是个刚来横店不久的女孩，因为紧张排练频频犯错，曾健似乎很不满意。你不能笑的，你如果是老笑的话，你就肯定不像了，知道吗？你演个王母娘娘行不行？王母娘娘啊，好不好？学校在哪里啊？来来来，开始了哈，我是太监的口气的跟你说话哈。你不要老是看那边，看那边干啥？不要看那边，咱俩演戏，你知道吗？你能投入一点吗？就在曾健和新搭档不停排练的时候，王庆邦终于接到了群头的电话。什么戏？什么组？在广州街有场戏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让他马上过去。就在广州街这个景区里面拍那个一个现代戏，演就是一个路人甲过路的。如果在横店的景区里拍摄年代戏的话，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游客和演员混杂的戏剧场面。为了不变成穿越剧，剧组会在现场用警戒线拉出一个隔离区。在拍摄主角戏份的时候，群众演员只能等待，而往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都不知道时候，就是看导演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去拍，我们就去拍。有时候最长要等多久？我见过有一次，我们等了一天，等了一天之后拍了一个镜头，拍了一个镜头之后，然后又等了一夜，又熬了一个通宵。就拍两个镜头？没有拍，那熬了一个通宵白熬，熬到凌晨5、6点的时候就收工了。那如果要等这么长时间，你们能打发这个时间吗？有些人就躺着家睡觉吧。
就躺地上睡觉休息，有时候又玩点手机。本来就是剧组就是养懒人的地方，除了靠你自己自觉去自觉一点，要不然相当于整天躺在地上去睡觉的话，啥也学不了，把自己也给那个青春给耽误了。等到中午的时候，一场戏还没拍的群众演员只能先去领盒饭。这是你们的中饭是吧？对，就这一点饭，你他都不够吃的。菜有的好有的，这还算是可以，是可以的。嗯，有的很差，比这还差。赶紧往前面走，围着那个钟楼，围着那个人在穿红衣服那里。六个小时的等待后，群头们终于开始召集各自的群众演员。来，群众都过来了。开车。耽误不了你关系啊。在拍群众演员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群众演员躲在很隐秘的地方休息。有的这些群众演员嘛，他为了偷懒，就让他去他都不去，就在这边旁边就休息。反正本来他们都冲着梦想过来的，那后来嘛，慢慢的就开始感觉能偷懒了，慢慢的有些变懒了，在这混日子，一天就为了这40块钱在这混。虽然是演一个路人甲，没有露脸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有3年横漂经验的老演员，王青邦自有一套抢镜的方法。有的导演一把群众演员当成活道具，然后感觉就是不管你怎么去用力的演，他也拍不到你，最多一拍就是你的背影，看不到你的真，看到你看不清楚你的脸，主要还是靠自己去抢镜头，因为抢镜头也需要演技。如果你抢不好，没有演技的话，你抢镜头导演也那个拍不过，所以抢镜头压力也很大。为了就抢一个镜头，所以我跑那边正主角旁边，然后因为他主要是拍主角嘛，如果我站在主角旁边的话，他就可能会拍到我，所以为了这个镜头要多走几趟。群众演员的戏只用了1个小时就拍完了，收工后身体不太舒服的王青邦拿着40元的劳务买了2盒感冒药，点了一碗拉面，就着面汤一起把药给吃了，40元的收入所剩无几。平时就是每天拍完戏以后就是吃碗这个面吗？不是，不是经常吃，就今天那个感冒了嘛，过来凑吃点药。想不想念家里就是父母做的菜？喜欢吃我妈妈做的，土豆丝，最喜欢吃的就是做炒的土豆丝。这个想念也没办法，也吃不到。但这还有几个女孩子要过来，过来她说要参加我们这个练歌。而此时刚拍完节目的曾健又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庄去练歌，为参加唱歌选秀节目做准备。对对对，就在横店剧场旁边嘛。不是，到时候你们唱什么歌？这玩的就是我们是在练唱歌啊，就是你是唱什么歌，你就选一下，它可以下载的。哦，你给我下载一个《青藏高原》吧，放响一点。是谁带来远国的呼唤？是谁？歌，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转变一个方法，就是说我练好歌，我要参加比赛，比上了，我有了知名度了，
我在拍戏。最近还想组织一个横漂的一个自娱自乐的一个联欢会吧，因为只要活跃这些横漂，这些拍完了戏以后，一拍戏压抑太大了，所以说平时呢，我们组织他们横漂唱唱歌，活动一下文艺生活啊。以前也是团长，你现在我想你要带头要搞下去啊，都是横漂。我那个团不行了。我想你本身就是功底很厚，但是你想带火头了，把这些人都把它操练好，太难了。对，横漂不容易。对啊，太难了。在很多人看来，曾健的一些做法不切实际，而且偏激，可是他坚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为了实现梦想。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要付出的更多。我感觉到任何东西没什么难度，只是说你有没有信心去奋斗它。所以今年的计划，我必须要参加才艺。打算就是今年干到7月份，看再看吧，后边看戏了，如果戏还多的话，那就能待时间长；戏短的话，回家或者是干别的。现在打算再待段时间，然后就转。戏少的话，没钱，身上没钱了，然后感觉再熬也熬不出啥了，已经苦到那个时候了，就吃饭都吃不上了，然后想回家。由于今年的淡季，剧组比往年都要少，很多没有了生活来源的群众演员都无奈地选择了离开横店。王清邦也决定回家待段时间，再做打算。自己去找个工作，先上个班，上个班挣点钱之后，然后创个业，自己做点生意，然后挣点钱之后，然后自己去拍个微电影。最后的目的还是就去拍这个电视。我既然来到横店。我就要奋出来，我必须要奋出来，通过怎么样的手段我都要奋出来。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做这个群众演员。这个群众演员吧，虽然看很多人都瞧不起他，他就感觉我们的工资低，然后搁这不务正业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都为自己的梦想。有人说横店是光棍的世界，懒汉的天堂，其实不尽然。正如横店名字的由来，它只是所有横漂们追梦路上的一间驿站，让追梦的人们停下来想一想，是继续往前，还是择道而行。很多人成为了横店的过客，但王清邦和曾健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为梦而生的人。为梦而生的他们，承载的才是真正的横漂精神。有的演就行，就是我演戏是我的快乐。我们来横店都是追梦的人，希望能做到国际型的大导演。一定在这闯出个样来，回家。